长荣航空和三丽鸥共同推出的最新力作蛋黄哥彩绘机慵懒机，超人气的蛋黄哥要跟着旅客从11月24号开始，每一天往返桃园、东京两地，为旅客散播慵懒的旅游哲学，同时带来欢乐放松的飞行体验。那么他们强调，这个蛋黄哥会掀起一波慵懒搭机潮，因为现代人生活忙碌，难得享受一趟忙里偷闲的小确幸，不妨就跟着长荣航空的蛋黄哥彩绘机一起去慵懒充电。那么走进了这个彩绘机内，包含了扑克牌、抱枕，多达30项的服务用品都是蛋黄哥图案进行设计的，亮丽的鲜黄色充满活力，空服员的围裙上也都有蛋黄哥的陪伴，真的是萌度破表呢。